这座楼是 Widener 大学扩建以前所有宿舍楼以及教室坐落的地方，现在它已经成为学校行政管理办公室以及校园安全总部。 Old Main 在1868年建成，并更新于1882年，它已经成为校园里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，并且已经在美国历史地标注册处注册。